然后击倒他第一下不要打到你的，然后他第一下一定打不到你的死尸鬼，因为你有铁王，你有那个不朽者，他就会打在不朽者身上。然后打在不朽者身上之后呢，死神触发就会把你的圣盾烧掉。接下来你再用你的，接下来你的死尸鬼再出去打，把他的不朽，把他的圣盾烧掉。有七个新对手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封路给收割跟给毒有点难，怎么说？好了，封路给收割的确，封路给收割赢了嘛，对吧？那你有点难决定，是他上一轮的起手是有圣盾的，所以我必须要花两个打点去把那个圣盾撞掉，我的那个。我支持你，就是他最早原本是一个那个嘲，不是嘲讽那个，哇，他这个好香啊，很洋咖喱的味道。他原本最大是一个麦田，是圣盾麦田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都想到了，但他找到了，这样他多找到一个小，多找到小黄可以上去。很认真干活，所以他也了。我不要冰这个吧。哇，这个汤，这个这一袋是烩饭的部分欸，天哪，太多了吧？怎么吃？先倒50%出来，好了，还不到50%，干，我们还只倒了40%而已。这看起来很棒啊！大哥，你弄那么大是要干嘛？哦，他按欸，这个是羊肉。咖喱羊肉烩饭，干没有羊肉啊？羊肉还在袋子。哇哦，太爽啦！先买一个这个丢到场上，再把它卖掉。再买一个海刀丢到场上，再卖掉一个海刀，再买一个海刀丢到场上。再按一个不要钱的啊，都变强了呢，真牛逼！趁胜追击呀，朋友！哎哎哎，卡了，怎么卡？哎哟！别吓我！揍他！你还真行啊！拿两块钱，五费按两个，拿一个下一个不行。我们用干死人的方式吧。啊、这里可能有错，这里应该先按，因为这样浪费很快。哎哎哎哎哎哟！把你冲洗掉。啊干，还没冰到。亏了一个亿了，干，这手没冰到，亏了一个亿了，楚爹。不要怕，说不定等一下还是会出现的啦。你看，其实有冰道啦，只是楚爹的手速太快，以至于你们看不到而已。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干，哇干，看起来是要撞死人了。那我们应该把这两个卖了，然后按一个、啊。
灯台小队报到。那、哦、我要卖这个，都要算错了，算错，这里还有一块啊。哦，叫鬼计来就丢啊！看他怎么这么卡，奇怪。他欠勾的太浓了吧？哇，这间挺好吃的，不错不错，不愧是我看的，不愧是我看的。两个月的店，这一间我看两个月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每次开海的时候看着他，他十一点半关，然后我打两场战场之后呢，他就关了，叫一碗小羊肉。他被暴打十二滴，哦，四滴。不知道为什么进游戏都会怪怪。你还真行呐！哎，有个嘲讽的真好。买什么嘲讽？应该是生对吧？我现在哪需要？现在这世界是他们要害怕我，不是我要害怕这个世界、啊。对不对？总他们现在总要害怕我吧？他们现在还可以不怕我？我他妈，这游戏就太难玩了。哦，还真的会输哎、欸！我操，你看还是有机会输的啦。啊，还是赢了。主角如果青蓝遇到弩炮怎么办、啊？啥意思？你说你的弩炮上有青蓝吗？你打出去都会放减一减一啊，是的。很认真干活。我的赢面比你大。算了，就把它卖了。说不定这个按出来也是这个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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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可以冷静一下啊、哦！五星了，我们可以冷静一下啊、哦！你要卖六六按哦，我怕六六按完比较小哎、欸。这个机理是二二，最麻烦的是他把这个合起来，把这个合起来可以发现一个，好，那你也可以，如果你刚不找，可以卖这个直接找，这样也可以。啊，这样我等于浪费一回合的能力哦，那样已经，那按好像比较好，按好按强多了。所有人都盯上，快挂包了吧，小心一点。我开始有一种看到羊肉的感觉。啊！我怎么没有剑斩？那别人怎么掉了？啊！完了完了，我好像生涯手败啊！我是打清冷套牌，遇到有弩炮的
的牌有什么废牌是有用的吗？能让你雇佣哦。我们应该是不是先缓一下，不要再按了吧？海盗六没有什么啊，海盗六有，等一下海盗六有那个、欸。再生的时候不是三十二滴血，我他妈有扣血。拿这个吧，这个有未来啊。这个只有一回合啊，这个有未来不是吗？我们这样已经很有未来了，我们已经十升按到六星了，好吗？他妈还要再按上去，再按上去没东西了，兄弟。不是啊，弩炮不强啊，你打 EDH 是吧？不是弩炮有屁用，弩炮就是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大招而已啊。你的问题是你的弩炮，你的那个哦干，他怎么那么强？你的问题是你的那个。你的问题是你的生物会被他点死是吗？那就是你摆太小了，也不是你摆太小了，因为其实说实话，你说的没错，就是现在生物也没多少。你就摆大一点的青蓝生物，没有青蓝生物其实也不是都自己靠青蓝，青蓝生物就是提起精神，重新振作。咋没元素呢？能雇佣一名手下吧。我们先把哪对兄弟换掉呢？我们先把这个换了吧，这肯定是要换的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，又是这个合起来了。哈哈，我最喜欢 Captain。好，我们先找到船了。我们先把船放下去了。那可能这个先想一下。我们需要更大的船。好吧，那他有这个，看看真难过。我们就要卖这个。用。这个强吧，这个还是强一点。他是鱼人呢，会不会打不动啊？第二艘船，注意了啦！这要兵吗？有这个啦，可以拿这两个，然后再看看这把机械，没有，都还行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那聚合体也不要了吗？这时代这么竞争，哇、哦，真的很竞争的。哎哎，我干你娘！啊，我们刚才卖一个、啊，哎，漂亮。他打了一个最不该打的。怎么办呢，兄弟？他要还我一个这个哎。没关系啦。我们是不是要改一下、啊？我们拿个这个好了啦，换一下嘛，换一下。当没看到，看我已经卖一只了，我现在要当没看到，太难了吧？不是我拿这个，我财富自由没有用啊！我没有那只可以长大的海盗啊！
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烦。啊，还有机械啊，那不对，那摆错了。乘胜追击呀，朋友。没有，我要拿后面两个，我要刷一个。你看，自由是不能解决问题，自由时报可以。喷一下，喷一下，转不转？我再问你们一次，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还可以不转？你们他妈心理变态！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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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。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被排挤啊？你怎么都没有领到东西啊？你旁边人都吃饱了，你怎么还长这么可爱？还有风动收割机，干，那放个这个就给他打，扩散这样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啊！他把这两个加起来，那我这样安排就亏了。我两下要打在垃圾上。我说我作弊。什么？我作弊？我剩九滴血了，还要被说作弊？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。好了，我们换一个英雄能力吧。我觉得这个英雄能力应该是没搞头啊。有没有什么买卖元素加十块之类的？哎呦，我操！哇，极瓜极乐极时乐哎！亮亮啊，忘了，这样不一定，因为你可能得到这个。这是我的国度。那再合一下好了。这个好捞，可以刷这血量。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这不是万人追来的地方。鱼人六应该没有圣盾吧？哦，他可能有聚合体头。聚合体第一只的话就要这样，这样这样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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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这个可能会输哎、欸，因为他是鱼人底啊。啊，鱼人底他还同虚了，那我可能打不赢了。我只有这个可以打，那我这啊，那我这不应该放一位，我应该这个放二位才对，因为他的嘲讽应该是聚合体，输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纯大。哎、欸，大哥你怎么都不吸毒呢？不要这么。
大哥你怎么都不吸毒啊？哎呀，你没有吸毒，这样就没有乐趣了。有些事情，真强，真爽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再把这个按起来，不是吗？可以拿个收割机的，收割机应该最贵。朋友，你招募的部队看起来很厉害哦。弟弟，你要长大啊，弟弟，弟弟，你这么可爱。我们自由了。哦，其实啊，不对，应该可以把这个换成铜须。如果你要，弟弟，大哥，你怎么不会吸？你怎么没有圣盾呢？我们帮你找个皮来，有没有圣盾？哎呀，这个人纯大而已，没有毒。那比大我应该比大。哦，没有，我放这个，我最后会放这个，放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是两下，这个是一下，这个要看破的。没有，现在不用烧它了，现在是。装置关闭，收割伺服器启动。破盾小分队，防收割，防收割，防收割。趁胜追击呀、啊，朋友！一百八，哇哇！可以随便了。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没死，哎，18，哦，没死，哎呀，尴尬了，他等一下就很强了，怎么办？他等一下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是这个嘻嘻哈哈的样子。我们可以和谁呢？科技和，我们先把啊二一圣盾要拿，真丢脸。这个就纯大而已了，不是吗？我保护这个。我现在还需要刷体质吗？不用了吧，我只要把这个皮找到就好了。这可以合了，这合出什么？再合一个聚合体哦，再出一个聚合体，再合一个聚合体才两次而已，不要吧？我觉得不要合这个哦，合这个合能力不一样，这个合是双喷啊，那还是要合。大哥，这样满意了吗？我就在找凡人模组啊，我要帮他贴盾呢。愿望用完了，没有关系啦，我们不需要很多愿望啊。干！啊！他这个玩到现在还没有毒哎、欸，那我要怎么样输呢？我想想看。他那个风怒仔是没办法过第二下的。干还在决战，天哪！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我们不找这个了吧？我们就先去把这个找到吧。这个壳没有找到，好，或者是我全放食尸鬼跟他换，把他盾全部洗掉。
不行欸，有这个人在，这个人在我好像毒还不够大、欸。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卖这个上这个，然后卖这个去刷，这样对吗？皮都没有呢。你怎么不用？你怎么不带？然后他有毒给阿姨，他肯定有毒了吧？玩到现在没有毒没盾。哎啊，这个买这个。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！这一手没兵，危险。一只是不行的，大哥。大哥，这个时代很竞争的。我今天看了六只，哦，不是哦，七只拉格了。继续保持下去。我决定，如果没办法，我就手动这个。没有，没有用完，我要拿这个啦。不是给个盒的好吗？不然我要拿死鬼了，我疯了。卖这个。打这个，那还有一次嘛，对吧？反而那我只能上巨灵了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喏，换来的金币。这应该换这个吧？哦，这个的死神可能有点帮助，不知道，随便了。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赢了吗？这是赢了吗？他有毒吗？他毒头。哦，两个，他有换一个。哦，那还是有感觉。哎，风怒仔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这一下都是骗小孩，在那个开弹之前都是骗小孩。啪啪啪！叽叽啊，吃饭了耶！我205，你自己加油了。我205输赢是你的事情，这样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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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派奇啊！哇，真的是太危险了，干！